哎，继续下一套啦。呢一套咧，咸咸湿湿地又几有花生嘅两季班啊，即系第二季班系咪？新桃逆缘共，即系网上三。应该咁讲，呢套嘢咧系正式一套咧，你会好感觉就系将啲经费。將啲經費用咗喺啲好唔適當嘅地方嘅動畫，係啦，咁啊，網上學生會第二期啊，全部都係講黃色段子嘅叫笑話嘅班啦、啊，咁啊，其實都係即係其實學生會嗰度咧，其實咧同第一季嚟講其實冇乜變動啊，係只係多咗阿余健，即係多咗余健呢個多少少嘅角色咯，其餘嗰個同埋多咗個舊會長呢個角色嘅啫，其餘啲啊，其實啲人都見過㗎啦。咪比較有趣嘅叫加你一個對面學生會會長嘅余健咯，余健或者係就係唔記得名，就係加翻佢，叫一有少少收羅場嘅 feel 咯，就係覺得係啦。咁啊，叫好睇，叫好睇少少，我對嚟講好睇少少嘅係。其實大家對呢啲黃色段子嘅速度嚟講咧，其實比第一季嚟講咧，我覺得係多咗快咗噶。咁啊，可能如果大家中意睇呢啲鹹濕段咧，咁其實咧會係更加爽噶。爽唔爽？我覺得。一般啫，因為我覺得 OVA 比較，同埋佢本身每個禮拜都做咧，其實我覺得咧，你咁密又冇咩意思嘅。即係我對嚟講，我睇劇情，我睇劇情。唔係呢套嘢有劇情嘅咩？我睇兩條女揸個男仔瞓同一間屋就。其實係三個㗎，如果正常嚟講。我唔計阿妹啦，呢、這個妹呢個道德問題唔會理佢嘅。唔係阿妹啊，我講係嗰個阿 Suzu 啊，即係矮嗰個啊，金頭髮嗰個啊，其實係有少少㗎。小玲嘅，系啊，小玲啊，系啦，主要唔系佢啊嘛，咁主要梗系唔系佢啦，即系第一个花屋系佢啦。阿余健就其实应该佢嘅亲戚嚟嘅，因为佢旧个亲戚结婚嘛。咁但系其实咧，嗰啲咸股咧，其实系一路都系跟住翻佢嘅头九本漫画书啦。咁其实而家都系出咗九本啫。咁就香港卖咗八本咁大，我哋第九本未有噶。咁啊，都系咁，其实咧佢就真系兜嘅，又即系佢冇话一定顺住落，佢就真系兜翻转头啊。呢套唔系即系我咁讲咧，其实呢套嘢其實是比較難講，因為其實我不會拎啲黃色段子嚟講，因為其實冇乜嘢，即係冇乜特別你可以好討論嘅地方。你識笑就識笑，唔識笑就唔識笑。其實講緊嗰樣嘢。不過你話作畫同埋佢用作畫嘅地方，其實你會見到係佢製作群，你會見到係花咗好多嘅心血啦，喺啲唔知咩嘅地方啦，你會見到係。一啲打格仔，但佢真係會打格仔喎，點解會？有啲打格仔，畫得好靚，真係鋪啲格仔就會。咁但係我又奇怪，我有個咧係話俾阿龍利啦，即係俾阿龍利攣嗰嚿嘢咧，起咗嚟練壓力嗰嚿嘢，居然同嗰個佢可以出得街喎，嗰個假嘅乳房係可以出街，我覺得奇怪喎。嗰個即係你嚟嘅啫，咩戰嚟嘅啫，冇嘢嘅，你睇錯咗啦。套嘢即都係話講嘅係啱唔啱口味，啱口味嘅話，再加埋佢作高質嘅作畫啦。我可以話係，我其實唔明點解要咁高質，有錢咯、啊。唔知點解咁高質，係一啲，我都話呢套動畫，我頭先一開頭都開場白都講啦，佢係用喺高質咗喺啲唔應該高質嘅地方啊嘛。其實係咩㗎？其實好奇怪㗎，即係我覺得嗱，佢雖然話即係股真係跟住走啊，但係佢嗰啲質素係已經比嗰個四甲漫畫係好好多。咁仲有一樣嘢咧，佢咧其實有啲係冇喺個漫畫出嚟嘅，嗰、那個 shopping 嗰個咧，其中一啲短脈絡啦，係農曆與魷魚呢個啦，咁突然有啲白汁出嚟嗰啲啦，其實嗰個位咧係亦都係冇㗎。係見到佢今季多咗一啲原創嘅。細節落一直都係一直其實深翻嗰首你都講就係話製作群同作者嘅同步率係極高，即係高到基本上其實係覺得根本上呢班係同一班人嚟嘅，呢班根本上係即係同一個籠裏面出嚟嘅人嚟嘅。哦，即係大家都係原來大家叫臭味相投呢樣嘢，應該就係、是、你睇到佢哋咧，唔知點解係做得好似好精彩咁啊！特別啲 effect 啊上面嘅嘢係好奇怪。咁同埋有一舉個啦，譬如阿君同學嘅咩淵博知識啊嗰、那個好似咁，同埋阿 Alia 嗰個天空嗰、那個，即係阿 Alia 嗰個十萬個為什麼咧，其實咧佢全部係原創咧，係全部做出嚟嗰、那個。系效率咧，虽然嗰两个系唔特别啊，但系咧你睇到龙利同阿 Suzu 个套租咧系好好笑嘅，即系你感觉上系几即系几特别嘅，同佢原本个定位方向系唔同嘅。唔系，但系你可以话嘅，即系就算我觉得话呢套嘢佢搞所谓嘅黄色笑话，但系即系佢未去，即系唔计画面上嘅表达，其实好多嘢其实好唔重口味嘅呢套嘢，其实系即系你可以真系得啖笑咁样嘅，因为呢套嘢其实。就算 even 畫面上唔係計一啲某啲特定嘅小劇場裏面嚟講嘅話，其實都係限於都係話對白上，其實冇話肢體上嘅一啲嘅色情橋段嘅，其實都有少少咁，即係唔多咯，唔多咯，而且係好輕度嘅啫嘛，其實係。
多數是女同女之間，男的就很少手腳的，除了你說即最較為什麼，就說他的每個當咪就是將他阿哥的張相合成了去那些巴西那些東西，然後突然間那些是小色情，那些是重口味啫，那些搞笑啫，又不是色情，但整體上13集來講流暢都是高的，但是如果以套租來講，我覺得龍利在頭一至七集來講那個套租那個聲調是做得鬼抵死一點，後面那集好像有少少不知道厭了還是膩了，已經套租到無力套租了，反而 Suzu 呢就即係嗰個黃金頭髮個女仔呢就套租嗰個情況好似好咗啲嘅，即係好返少少，咁我唔知係劇情需要定乜嘢啦，咁就其實就喺最後嗰集已經講話係兜返轉頭啦，即係嗰兩個會長畢業啦同副會長畢業啦，佢結果兜返轉頭咁就唔係會長同埋阿咩阿書記，咁就睇下到時即係兜返轉頭又係返噏啦，其實都係跟返漫畫走嘅啫，唔知有冇第三季定有 OVA 呀，OVA 出幾多得嘅 ？OVA 出幾多都得嘅，咁其實，但係即係呢套嘢，我覺得都係啦。如我心翻所講，就係即係你對輕度黃色點子你有興趣嘅，你可以睇咯。即係個作畫質素嚟講，唔會令到你失望嘅。至少唔崩先啦，大佬！你幾多見呢啲咁嘅漫咁嘅四格漫畫，居然可以唔崩又可以咁高質素？唔係，可能成日冇高質素嘅，係劇情唔得啫。佢做到劇情 OK 嘅，我覺得係。其實要做嘅做咗囉，只係講一句你想點呀，即係你一再做一部就唔喺電視播呀，大家明白嗎？只係一套噏黃色笑話嘅嘢你想點呢？所以好高質㗎啦，大家算啦。Okay, 好啦，下一套。下一套。